你回来啊？来了来了，没说话，开开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开开开，没事没事。来，没事事。哦，弄了。去哪弄呀？你表兄呢？表兄？哦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我。是什么啊？喂，你怎会甲爸讲？爸会当去保护你啊？爸，这你今天创啥啦？小夸伤尔啦。啥物咧？小夸伤哦？你甲我讲，到底啥物人要对付你？无啦，就甲同学冤家相吧，无说伊伤着尔。同学？倒一个同学？林静静就有冤，还是讲条刚找你麻烦？爸，你真正足奇怪呢。建功讲一堆我听无的话，你这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之前我和人讲话头壳的时阵，你嘛无这么紧张啊！我这么关心你，烦恼去用拍是都有忍唔到啊！你话老老实实甲我讲，佮讲我奇怪。我这么开钱让你读册是转来，佮是着人应春节哦。你就可恶啊，老家啊！你一摆啊激动啊，话好我讲啊，啊无你关心说说变成这别个囡仔，你讲话囡仔听会入袂啦？丽丽啊，恁爸伊就是安尼啊，讲话较大声淡薄啊，伊是关心你啦哈，唔怪。阿伯，歹势啦，其实是因为我，就伫学校有同学想要抢我的物件，啊，伊认为着要保护我，才受伤的。你要穿啥啊？你你是有跟老师讲无啦？啊，那是性交过要报警啊！哈！啊，阿妈，你别激动啦，等下我偷偷啊讲给你听啦。恁拢是有目的的，退了退了！像你这种畏畏缩缩的鸟鸡啊，我才无咧还你。你死定了！家哥，要修。廖王子跟许世伟那个周同学怕他呢啊！哎，对了对了，啊，刚好录到哎，周同学安怎滑落楼的？应该是有拍到啦。啊，虽然这影片有淡薄损坏啊，不过会当让伊无顾一切提刀啊伤害人，手刀转来的原因，我甲肯定，这内底一定有关键证据。啊，只要把影片修好后。就让知影真相啊！啊，参上这重要物件，你赶紧交警察，搁提刀转来要弄啊！啊，万不然两个歹囡仔，为了保全因家己，搁转来找领导，做出搁较危险的代志变啊！啊，刚好警方马上把影片修好啊！这种工课啊，交我来做就好啊！我的技术啊，绝对比你搁较好。啊，等影片修好，再交好警方埋伏啊！你们卖听假搞啦！参像这款哦，跟人命有关的证据哦，上好赶紧脱手啦！那无到最后了，上心哦，要哭无目屎哦。这物件我交警察。爸，莫这么紧张啊！咱要看到因害证人熟人的画面呢，嘛袂当未审先判呐。哦，我管他伊什么画面哦，人即马提刀要对付你，你搁莫紧张。依林啊，我感觉恁爸讲的无唔对呢，也是交予警方较妥当啊。我白，这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伊今物倒咧白做，我煞啥物代志都袂当做。卡斯讲，伊真正好人害，至少我嘛要替伊讨伊公道啊。所以我绝对要把影片修好，而且交警方进前一定要备份，较袂参像校长记者会伊讲共款，白白忘你个哦。证据也是要伫家己手头较安全。好，我今物暂时叫你，我给你淡薄时间。你上好赶紧修理就好，那修理袂好哦，死狗你爱咬我，我提后警察，有听到无啦？对，对啦，陈先生，你拄仔有讲着东俊怕廖蒙之甲许世伟因两个哦？你
阮是认为因两个是超过伊要刺激阿伯，你阿伯生气的。若无火灾的代志，才拄伫个警察局归落来认错尔，啊哪有可能搁超过伊做出这啊代志，啊拍校长、互学校开除的行为，这伤反常啊！在那个状况，如果这是别人，也会对他们动手的，因为真的太超过了。唉，乖，不怪你阿爸，说那两个孩子就这样气喘喘。廖蒙之、许世伟，他们爸面是说客气，他们爸爸是廖乾坤，有权有势，才在为非三者，不知道天地几斤重啊。这真是要怎样？伊人所干涉的代志，定是达到毒棍仔的威灵。伊的个性，伊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收手。万不离这件代志，甲新国计划有关系，就更加复杂。偏偏这个时阵，三个代志我来处理，到底是要哪只好？新国，毒棍仔为着要保平迄两个囡仔，可能会对伊人不利。时间紧急，我必不得爱出手。目标就是要抢到迄个囡仔的电脑，若是拄着反抗，就唔免介客气。不管安怎，一定要甲笔电抢到手，知无？是。我办公代志都让准过，但过只要甲一定有关系，就准讲天意公平，要来我照管，我网友都来动了。吃店是无永远一个恶鬼经过大庙，你应该洗路就洗路，卖想要接近庙欺骗众生，那无你的下场会足凄惨。到底是啥物仔对阮开枪？无道理啊！是谁会知影我会带人来抢米店？你对我行好未？那也无动静啊！对方敢只是想要警告我尔，啊，不过警告我，敢需要开枪？袂用阁丢丢啊！米店来赶紧抢转来，才袂有损毁。恁无受伤的，对我来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拢看头看面，你一定是歹人。你们做什么歹代志吼？你若是想要活命，闪较远的。爱闪较远的人是恁啦。唔走，我卡到报警。出来，别话了。你们当着恁人证，我就惊恁哦。你想要死啊？安尼我就成全你。动手！八卦，八卦，八卦，走，走，那是前面。你这歹人，敢唔紧走？以后咱唔准再来啊！这朱丽萍那件歹剃头，看来一定要给处理掉，老婆。
我绝对提高比例。打去！阿婆大姐，有手机仔无？倒无，新买。你安怎？你准备创啥？啥？无咧代志。你竟然还有面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你都不给我一刀把你剁死！哼，你这人真正唔知爱感恩的，若唔是我外父赶到位啊，即马这支刀啊已经拄伫你身躯顶啊，啊你小吃店哦嘛无啥去卖啥，你直接去苏州卖鸭卵就好。免你遐定心，我好好一个后生，你竟然乌骨老条，失脚，毁掉伊的人格，害伊互人糟蹋，互人凌迟，害伊用要跋落溪坎，别人才假好心出手救伊，害伊宽恕，害伊变上天，害伊跟你的脚步一步一步咁要行差去，最后才救人的手。你就该送落万代深坑，害死个嘴口高连花九两个机会都无，你真正有够可恶！我规日一刀来剁东西。所以即马，朱丽萍甲伊查某孙，对啊，甲伊林四个人啊，就是住伫个同一间厝内底。你要甲手村里内面学爸母，就影响着内面所有的人，嘛等于是破坏我全部计划，安尼听有无？等等诶，伊即马哪会愈讲我愈糊涂？朱丽萍这个赤查某，不是当恁当家的良妹，害你家破人亡，你应该是甲伊有不共戴天之仇才对啊！照你讲，恁是应该爱甲伊千刀万剐，凌迟甲死，替恁当家报仇才对。那等倒过来，你甲车当小吃店红胎，阁唔准人看你，这唔是你干事，这是你保护的。等等的，你到底是舞蹈一出，还是愈来愈看无？我要安怎做，敢无需要甲你解释？啊！你要爱我，莫去动着王一林，你敢唔免花一个较好的理由？理由我已经讲过了，位置就是不准你甲因卡着，就是安尼。你若是坚持要继续我爸母，你就唔通怪我甲你起配面。